打吧，打吧，真得劲儿哎！王小倩儿啊，你说你到底爱上我哪儿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那你不喜欢我哪儿？我整还不行吗？那你得推倒重建。你知道我心目中的男神啥样的吗？啥样的？那得像我大姐夫那样的，热心、善良、有担当。你大姐夫那些特点我都有，热心、善良、有大当。哎呀妈！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闹耳朵？啥大当啊？那叫担当。啊，对，担当，大当和担当他俩啥关系啊？哎，我跟你我这说不清。我大姐夫来了，我让你看看啥叫担当。啊、我学学。街坊邻居们，今年夏天热不热呀？我跟你们说，叔叔阿姨们，尤其是上岁数的啊，晚上睡觉可不能整宿整宿的开空调，知道吗？吹一宿啊，容易把身体吹坏了。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，我媳妇大米粒啊，在超市煮了一锅绿豆汤，欢迎大家去品尝，免费的啊，好不好？大姐夫，哎，王小倩说她学你啊，大姑父学我啥呀？你刚才那套业务我都行，真的还是假的呀？真的呀，你要能行的话，我可欢迎你到我们物业当义工啊！哎，别吹牛啊！你要会啥，你给大姐夫展示展示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姑父，小倩儿。献丑了，来，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啊！大热天的都晒屁了吧？晚上回家睡觉，赶紧把空调关上，要是着凉受风就完犊子了。我媳妇小米粒啊，说谁去？谁是你媳妇？啊，不是那个赵刚的媳妇小米粒大姐，我大姑啊，在超市熬了一锅大绿豆粥啊，老好喝了，免费的，赶紧去喝，不喝白不喝，白喝谁不喝呀？谁要不喝的纯大傻子。还大傻子？我行吗？我这王小倩啊，我像你这么说吗？啊，他让我学你吗？你这学我了？这不演小品呢吗你呀、啊？你可真能行啊你啊！啊，你没学好，再接着学。爸爸，哎呦。妹妹，哎呦，刚子哥，哎，你来呢？哎呀，这是在忙买菜去了？啊，可不嘛，买点。哎呀，孙月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一个人拿这么多可不行。怎么，老公出差了？哼，前两天出差去海南了。哦，哎呦，他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没事吧？别提了，这天天喝大酒，身体还能好啊？刚到海南。就水土不服了，哪跟您似的呀，身体这么壮实。哎呦，那个你把菜给我，我给你送回家去，好不好？这么大哥，你帮我抱宝宝吧。啊，我们家大宝贝儿可喜欢刚子叔叔了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呦，叔叔抱，叔叔抱，哎呦这宝宝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呀，你看这宝宝长得多好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越长越好看了，真的，你看。得了吧，哥！你说我们家宝要长得跟您似的，浓眉大眼的多好啊，可惜了了，跟他爸似的，鬼头蛤蟆眼的。看你这！来，咱邻居都把我大姐夫当亲人了。这有啥呀？不就抱个孩子吗？你理解问题咋那么肤浅呢？让我大姐夫跟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就是帮抱个孩子那么简单吗？那啥关系？能咋？我就真就不信了呢！嗨。金叶妹妹，想谁呢？露露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露露妹妹，你买菜去了。啥眼神啊？这是花，你长得跟菜似的，长得跟撇了嘎的似的。你老公在家没？我老公在不在家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他身体没问题吧？他身体再有问题也轮不着你呀、啊。没问题就好，我帮你抱孩子吧。我停，你再碰一下，我告诉我报警啊！哎，大姐，不，别害怕啊，他不是坏人。哟，你不是赵刚的小姨子吗？啊，是啊。你也加入他们团伙了？那什么？我们没团伙，你误会了。那个他就是挺稀罕孩子的。啊，对，那个露露妹妹，
我就是看你抱孩子太辛苦了，想帮帮你。你说这孩子长得太磕碜了，像他爸似的，鬼头蛤蟆眼的，长得像我多好哈，可爱、善良、慈祥。你看我这面容。你说谁鬼头蛤蟆眼的？大伙看看，就他家人说别人鬼头蛤蟆眼的，就他鬼头蛤蟆眼的，还去搭理他自己长什么样？说这个鬼头蛤蟆眼，那个鬼头蛤蟆眼的。大妹子啊，我好心跟你说一句，离这样鬼头蛤蟆眼的人远一点，让你爸、你妈、你大姐夫省点心吧啊！你瞅啥呢？就说你呢。谁鬼头蛤蟆眼啊？谁鬼头蛤蟆眼啊？咋的？你不服啊？我的形象都被你影响了，你瞅你刚才鬼头蛤蟆眼的出，一看你不像好人。谁不像好人呢？谁不像好人呢？我不像好人吗？去别拉去吧，都。你给我站哪？不是我问你家没有镜子，你平时不照镜子啊？大姐夫来了，大姐夫，哎，来就干啥？你站好了。干啥呀？看见没？这叫站有站相。你站起来，我看看。你瞅你前挺后撅，你整个一个二师兄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过来啊！你坐一下。啊？干啥呀？坐一下，看见没？这叫坐有坐相，男子汉不怒自威。你坐一下，看看。哎呦我，整个一个忍者神龟。大姐夫，啊？你再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干啥？哎呀，别人管不了你笑，你就笑。满面春风，你笑一下我看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整个一黄鼠狼成精。哎，怎么了爸？怎么了？你妈又跟我急眼了，说这回说啥也不给我留脸了，我这回跑得快，要不然现在早就被他捏扁了。爸呀，你是不是又藏私房钱让妈发现了？爸呀，你说你怎么老藏私房钱呢？啊，每次藏了私房钱，妈发现了都给你嚷嚷，不行。对，爸，这样吧，干脆把钱都交给我妈得了。那我要走街上，我遇着个朋友、老同学、老同事啥的，这手里有俩钱不方便吗？那怕啥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需要钱的时候，你跟妈要，妈一定会给你的。另外，你来了朋友了，让妈来替你招待，兴许招待的比您还好呢。爸。可别跟妈生气啊！妈不容易，这么多年就一直心中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是，您想想，她为您生了三个女儿，多不容易呀！是，啊，那我回家跟妈认个错，好不好？行，你爸这辈子本事不大，最拿手就跟你妈说软话。真的，我回家咔嚓往那一跪，我能把那小心脏给跪稀碎。行，好好好。看见我大姐夫的本事没啊？批评人都叫人憋气而来，满意而去。哎，爷爷，你取一遍去。那个，给老丈人拿去了，我请他吃大餐。哦，哎呀，王叔，你能请我爸吃啥大餐呢？大白菜炖大豆腐。哎妈，这么看我干什么？跟你开玩笑，我这个退休金又涨了，他吃什么点什么，我请他喝酒去。爷。你要钱有啥用啊？我要是你的话，都给黄奶奶。黄奶奶是谁？就是你上回下河里边把他孙子捞上来，上咱家感谢你那个黄小娟老黄太太。我疯了！我把咱家钱搁他家，我怎么了？我有水呀、我。那可他心里边装的都是你呀、还为你生了三个孩子，多不容易呀、你胡说什么？他什么时候给我生三个孩子？不是，你说你也是他生的得了呗？哎呀妈呀，我下辈子要是你给我当孙子，我都是你亲孙子。我需要当妈，气死我了，扛不了了。瞎学吧，你这是。不是王小倩，都不是我说你，你那个脑袋就为了戴帽长的。不，你让我学大姑的吗？我跟你说，王小倩，这大姑父得说你两句了。男人就得像个男人，胸脯挺起来，对吧？另外，你有时候表达爱情的那个方式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缺心眼儿。不是，他让我学你，说要嫁就嫁你这样人，不然的话，你连机会都没有了。那我也不是刚才你学那样啊，我说的是你那个表达方式有问题。有啥问题呀？还没问题呀？你看有问题吗？你来来，大姑瞧有问题吗？你来，小米粒啊，小米粒，你
爱你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啊！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，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，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！行了，还没问题啊！你这么表达，哪个女孩也受不了。刚子，刚子，妈叫你回家吃饭呢。你大姐来了，我给你学学啊！我要像你这样，你大姐都受不了。真的吗？你不信，你看着。大米粒儿哦，大米粒儿。哎呦，我爱你。刚子，你咋的了？哦。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，雨水泡不坏你那美丽的面颊，下水道啊冲不走我那壮实的大米粒子。我卡住了。嗯啊。哎呀，咋的了这是啊？王小倩，你现在知道你究竟缺啥了吧？我缺吗？我缺吗？那我除了缺心眼儿，其他不都挺好的吗？